好，我们来画这个一级的一个动物，一个小毛毛虫。那我们先分析一下，看看这张图应该怎么去画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现在外围呢是一个叶子，它是一个椭圆形。然后呢，我们嘴、这个头、身体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主要的。大一点的圆形，一个椭圆形，当然还有一些小圆形。那么我们首先呢，先来怎么做呢？先来做一个它的这个大叶子椭圆形，先把这个形状先画出来，我们再依此类推开始画。好，我先来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椭圆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们呢再把前面的叶子加出来一。二，这边呢再加出来一、二，好，好，叶子加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头是最大的，这第一啊，第二呢头，先把头先画出来，一，先把这个大圆先定位，好了。第二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嘴画出来，再定位。好，然后我们依次类推，看一下这个身体的第二个圆有这么远，定个位，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呢，一二，哎，出来了。这个呢，又比它低一点，这个位置低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一样大小的一个圆又出来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呢又上来了。然后我们一样大小又一个圆。OK， 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再上高一点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下来以后，我们开始做眼睛，一。二眼睛，好，一二眼睛，好，再下来我们做身体，好，做身体，好，做身体，好，做身体。好，最后我们把这个这边也有一个圆，画一个圆下，弯弯的下来。这边呢，我们又一个圆，然后弯弯的下来。好了，这个图呢我们就画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线条要把它擦掉，看一下。线条擦掉，这些。这个多余的地方，透视的线条都擦掉。好，这个透视的地方都擦掉。OK， 这个呢也擦掉，都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看看这地方多余的地方再擦掉。好，这一个我们多余的地方擦掉。对，多余的地方擦掉。OK， 好，再把它描的稍微重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然后把眼睛。涂上，好，这边眼睛一个椭圆形涂掉，好， okay， 然后把它稍微加深一点，好， okay， 再加深一点，
把叶子描一下，好，然后把嘴呢再描清楚一点。OK， 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一个小毛虫，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在叶子上趴着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很好画，按照老师的方法呢来画，就一定画得很好。小朋友们试一下，好不好？